Hi, YouTubers. Today, 我想介绍给大家的就是 Auntie Anne's 的 Pretzels. 我记得最后一次吃是在Marina Square 2006年的时候。 我们就来吃吃看，事隔10年的味道是不是还是一样的？我买的这是sweet almond，我家常常吧，不打算用它的 caramel 想要知道它的原味是怎么样的。OK， 它 almond 很香，或许是因为新鲜出炉的关系吧，还有它 dough 很 soft。 好吃，用我说的话，其实我还是觉得10年前比较好吃，因为或许回忆永远都是最美的吧。其实我买了2个，这个是1个钟头前在新加坡的 outlet 买的，这是昨晚在 Johor 买的。除了想要知道10年前跟10年后的分别。 也想要知道 Johor 跟新加坡味道的分别，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所不一样。毕竟 Johor 的价钱便宜很多。那我们就来看看吧，先吃一口新加坡的吧。接下来，这是 Johor 的，两个味道都一模一样，我看他们应该是 standardized 的吧。Thank you for watching and stay tuned for more.